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第五题，要求值。哎，这题目是这样哦，根号二的两倍 log 四为比九的对数的四方，这究竟答案的多少？还有第二小题，九这么多哦 ，log 三为比二对数这么多次方，加上九分之一的 log 三为比四分之一的对数这么多次方，加起来多少？跟起来好像蛮有挑战性的哦，有这个怎么？哎，我们看到这个二啊，根号二啦、啊，二啦、啊，四啊，哎，你会想到要用多少为？你会想到用多少为？二，好，那用二为底，就通通把二换成二为底。好，换成二为底的话，这个就会变成呢，这个二可以写成根号二可以写成二的二分之一次方。好，那哦，这个在根号的这个二呢，可以写到没关系，这都有 log 四九，对不对？干脆这两个要乘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次方是不是要乘起来？那乘起来变多少？四九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那这个九会变成三的平方，好，那我直接写三的平方，对不对？对，二 log 只是在底下，好，然后。这个写成三的平方，三。这个二，这平方这个二的可以怎么样？往前，噔噔噔噔，可以写到这里了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然后写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用把它写成，这一步就比较难一点哦。可不可以写成这样呢？可以吗？同学，那内赛。就是说，如果二的二三次括号的五次等于多少？二的三乘以五次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二的三乘以五次，可不可以写成这样？可以。好，如果二的二乘上这一个，二乘上这一个这么多次，那可不可以写成？好，这就是二乘上有六个以四为底五的三个对数啊，这么多，那可不可以把这个二写到这里来？然后这个写成 log 四为三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了哦。可以，那也可以哦。好，所以这样可以的话，就是表示这个可以变成这样哦。好，它就变成这样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、啊、如果可以的话，请问这个二的平方等于多少？四。四，哎，这个也是 log 四三，也是见他们，请问这个答案是？三，好，虽然我们刚才想要把它变成以二为底，但是我发现这个底下是四，以目前你们的等级是还没有办法做这个的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跳到这个啊，没有这个等级以上那个武器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武器后面会教到，你升等以后就会用，不是这样吗？你们可能打电动需要一些特殊的武器才可以用啊。那所以这里。四没有办法画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二呢，把它画成四，那、啊、这两个一样的时候就可以消掉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？我觉得这